昨天那么大的风，那么大的雨，妹妹坚持走完红毯，雨点落在她的脸上身上，可是妹妹依旧微笑挂在脸上。哥哥妹妹，你俩在这一块呢，不相上下，就不要相互吃醋了。不过哥哥可是有名的醋坛子，呵呵，妹妹回去哄哄吧。哥哥准备好姜糖水，妹妹今儿可着凉。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？看到这张照片就感觉像弥补了上一次的活动。来看看哥哥妹妹这些天的分享巧合玄学吧，总感觉俩人狠啊。过几天哥哥与妹妹都要进组了，先来点浅浅的糖。今天已经是523了，发现了妹妹又秀恩爱了。前几天520、521，妹妹都在秀。那咱们来看看523秀在哪里。看到了吗？妹妹新代言的正官庄是在21号就已经正式官宣了妹妹为代言人，可是妹妹却卡在5月23日发博官宣，这是多么大的糖呀！523呀，哈哈，正官庄本来是人参的字，却在官宣海报中换了字体，立马变成三妹，巧合吧，玄学吧，哈哈，金主爸爸们是懂流量的，好像大家都知道哥哥与妹妹的爱了，哈哈，就喜欢你们甜甜的糖。520快来了，你妹妹这不开始撒糖了吗？哥哥在忙着围毒呢，哥哥的电视马上要播了，咱们都理解，哥哥少撒点糖，接下来要记得去有线电视看哥哥的新剧啊。5月21号晚7:30央八，还有记得去某宝购买妹妹的5月刊，漂亮，这就是哥哥口中所说的美艳得体大方。还有番茄面记得哟。今天520看上去没什么大糖，但其实真的好多细节糖。哥哥虽说没什么动静，因为明晚那片海要播，不过哥哥已经在撒了，看到了吗？看到纸这表情，纸就是紫。这个阳光的世界里，我只需要花园的一张长椅和晒着太阳的猫，我将坐在那里，怀里揣着一封短信。眼熟吗？呵呵，像不像余生里吃醋的擦桌子？哈哈哈！今天妹妹美到爆，像极了一个待嫁的新娘。呵呵，意象拍的照片真美。那么重点来了，看到了意象的文案了吗？遇见你的兔子先生。重点在后面，看到了哥哥妹妹共同代言的安热沙，我觉得他和意象一样知道点什么，呵呵，真的多是暗头磕呀。妹妹自己卡点1033，那不就是你要战战吗？我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呢，就是让人充满无限期待。如果我现在你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，我会觉得很暖心，就觉得等待这个词就是很浪漫的一个词。521，看看妹妹给的惊喜。我要吃肉的，对不起。是我家人。就你了。凉皮吗？这应该是擀面皮，就是凉皮分凉皮。好好吃，我想原来凉皮这么好吃。嗯，对。肉夹馍，我一口也不爱的。太香了，太香了！这个沙锅拿去，拿去在北京烤串卖了。怎么连肉都没有啊？哥哥妹妹这两天低调，我们也非常理解。哥哥的剧马上就要播了，妹妹过几天也要进组了，我们明白的。哥哥妹妹在5月份又隐身了好多天，几乎同时不在线了，地道战开启了，自己意会吧。不与你录。其实一般当我失眠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像这种下雨的声音，这种慢慢的，你整个人都能放松下来，很快就会有睡意，助眠。对，这巧合玄学。15号妹妹发了阔腿工装裤美照和视频，咱就是说妹妹这是乐什么呢？笑得捂脸了。
哥哥猫人代言，一家子都是猫，哈哈哈。哥哥就是喜欢圆，拼的手工也是圆，还和妹妹穿的情侣装。31号值得纪念的日子，那是笑笑和顾魏结婚的日子，也是余生收官的日子。9号晚上，终于见到了成欢记，激动。可是哥哥看到这个视频，是不是也坐不住了呢？呵呵，那也得忍着了。看看妹妹去魏波显火呀，卖成欢已破3000万，还有新的代言就要来了，恭喜恭喜！哥哥家小诗在7号忍不住发博了，因为9号以后是不是又要隐身？所以提前先撒狗粮，掐点长久赞哦。这里边的照片没有一个是高兴的呀，除了白就是黑，这是在隐忍，在吃醋，在无奈，但又在高兴吗？我是看到了这一组合就是一个大大的歪，懂了吧？向日葵又俗称太阳花，哥哥说过向阳而生，亲自画的向日葵，妹妹也是哥哥亲自认证的小太阳。这次成欢记向日葵多多，好消息又来了，哥哥电影推介会妹妹新代言，大红大紫，哥哥有直播，这和妹妹一样是职场精英啊。巧不巧，完美避开了妹妹成欢记的首播。还有更巧的，前几天哥哥直播做的拼图，他说看到叶子就有了构思，看来余生真的是走了他的心。好紧张，妹妹和哥哥一样是不打算藏了吗？发博手捧向日葵花束，4张全有，很幸福的感觉。这不，有眼睛的网友就发现了这束花的不同。对了，就是这个花束的绑带，看到了吗？这是用了8倍的望远镜看的，上面的字母多么抢眼，这还不实锤吗？妹妹很高兴，就勇敢秀出来了吧，惊喜吧。哥哥太用心了，真的是藏不住呀。妹妹的成欢记播得也很好，哈哈。有网友说这束花不是很贵的感觉，这可能是家属亲自报的吧。咋的，这个品牌还卖花了吗？哈哈，哥哥小心思，藏不住，估计也不想藏了吧，哈哈。你俩这是故意的吧？是告诉我们要用眼睛去看。哥哥全球代言新物料，妹妹前几天新代言物料，你就说吧，谁家 CP 会这么巧？是我家的，我家 CP 的是真的，哈哈。最佳老公人选，结合上几条视频看，细节糖好多，真的好喜欢这张照片。余生一起慢慢走，这是又美又飒，是不是有点迷之可爱的反派？看看这里面有谁，是不是有点眼熟呢？看到了好多细节糖，红加蓝，这个红多显眼。妹妹卡点发博发抖，这个时间点特别好，15点，你说巧不巧？你就看吧，妹妹发的这些照片都居中了呢，用心吧。你俩逐渐的同化了，夫妻相十足。你看妹妹发博多3份，照片3行，反正就是离不了3，哈哈。这几天作为他俩的粉丝来说，太幸福了。妹妹勇敢地发了很多细节糖，也让我们知道了她有爱的人，呵呵。就差报名字了吧，除了3还是3，逐渐被同化了吧，越来越有夫妻相了。我觉得我更新视频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你们发糖的速度了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小胖司机吗？哥哥专属司机，在23年4月19日热搜一直不退，俩人可都没有辟谣。今年哥哥也发博了，卡点来的，北京文艺卡点儿转发哥哥的博，还是娘家人明白。妹妹更有意思，发的博，除了3还是3，就是3。这果不其然，哈哈，哥哥发博了，你说巧合不？看看那视频，又是烤火，又是电锯，又是刀啥的，哈哈。去巴黎铁塔，我们去布拉格桥下，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。